吃东西要好好吃啊，身体健康很重要。加卡斯，光头，靠你了。今天晚上就边喝个小酒。亚历莎继续瞪。这样你要处理看看吗？什么？可以吗？他，你不要说坏啊，丽莎。他会说坏吧？修理这个有这么简单吗？还是亚历莎很厉害？也是，他是亚历莎哎，对不对？一定没问题。咔嚓咔嚓，这边，哎，坏掉了。教玩机械的其实我爸爸哦，巴拉巴拉。把钱拿去乱花，那当然就没钱啦。哦，说好了，再解除断路器。咔啦咔啦，哦，好厉害哦！怎么了？音乐盒的音色啊！这个手机，不是这手机，这手表也太猛了吧！修不好就不要修了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是想要解开这个束缚吧。结果亚历莎更生气，亚历莎气炸，妈妈你怎么可以抛开爸爸呢？来了，至少敲个门嘛，还带着大家，还叉腰。怎么这种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处置？确实没错，妈妈是巨大企业的会长啊，用有效率的方式处理一件事情，就算是重要的事物也只得割舍，这样绝对是错的啊。只是妈妈，妈妈守不住的，就由我帮忙捡起掉出来的东西。这天我要肯定，啊，妈妈，我妈要出去了。既然修好，我就收下了。这是报酬，这是给你们。炽天石，哇塞，不愧是妈妈，给我们这么好的。妈妈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哇，真的是很看不透他哎，每次都这样，真的。还是没发现到反转的机关，反转的机关，还有别张照片吗？啊，我们无可替代的宝物，那你还想扔？啊，我们无可替代的保护就是你啊，亚历莎，所以就算这东西没有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妈妈。妈妈也是很笨拙的，但是也不讨厌。傻妈妈，有话就直说嘛，就是我
我们亚丽莎是你的宝啊！我只是说嘛，但是个没有办法坦白说出来。笨拙的妈妈，笨拙的孩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？我们刚刚在那个嘛，どこへ行こうか？那个叫什么？巴利亚哈特要找那个贵族遗失的女儿。哎，我刚刚好像还没找到。我们找到艾伦他女友，还没有变女友，艾伦他的青梅竹马。所以不在贵族区，那我们就往战前大道走。嗨，巧克力！嗨，嗨，我是嗨，巧克力。好，这边必须要先边滑手机边玩，这个不是不尊重，只是没有办法，元素神就是在9点到10点之间。果然下面有。看我的接技，虽然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我只能说我现在非常厉害啊！哇，真的是不得了啊！我一直走不下去了，我觉得现在我是没办法走下去了，必须要等到打完这个副本的我，怎么走啊？从前面吗？从这里哦。哦不，我的人被打了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这地形是怎样？哦，有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里啦，这里啦。哇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走路的技巧非常之厉害？为什么可以那么厉害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会玩手机啊。为什么在玩手机呢？啊，因为好玩啊。啊，就这时间点啊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很需要这个经验值啊。我，这怪我咯。我已经没有很用力玩了，就是。简单轻松玩吧。来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艾丽莎学姐，不，你不丢脸啊？呵呵，哎，他居然是躲起来，我以为他是啊，我以为他已经决定要离家出走了，结果没想到也只是说说而已。艾米丽。艾米丽有在我们船上吗？对，有。来吧，学姐，不用担心，你要的孩子已经在我们这了。泰雷莎，艾米丽，呵呵呵。不是做梦啊！好生疏的感觉，你好吗？没有一天不想着你哟。拥抱一下，哦呦呦，啊，没有画面，好可惜哦。就算没办法上卡伊塔斯，不是这样说的吧？哎。一起去说服令尊吧，抬头顶胸的上卡雷贾斯吧。哇塞，不愧是艾米丽耶，好旺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我知道了，一起去吧。父亲在餐厅等着我。没错，这个家庭不满什么意见，不用忧郁。哎，
怀抱自己的理想，怀抱自己的梦想，努力的跟他们碰撞吧。从一开始就没给他好脸色，但男爵渐渐了解他与自己女儿的友情，以及一直以来因偏见而被误解的个性，态度也变和缓。哇哟，父亲大人，好了，已经够了。看来我只能同意小女加入卡雷加斯了。父亲，哼，虽然我不会马上改变贵族的思维，至少艾米小姐，我了解你和泰雷莎之间深厚的羁绊。我女儿，拜托你了，今后也请当她的好友。我的天哪，艾米丽，你到底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，可以把这种冥顽不灵的老顽童瞬间做得开明？好梦啊，艾米丽。通常是可以说服没有错，但真的不会弄得容易啊。哎呦，但真的觉得他们很屌，很厉害，时不时的帮腔。哎呀，好说好说。没错，有大家才有我们啊。菲利斯，对，集结带棍球社，大家还记得菲利斯吧？就是一直跟亚丽莎这边想要互尬的人。哇，卡雷贾斯越来越热闹了哟！拜托，整艘卡雷贾斯的船，哎呀，我黎恩都能够负责的，没问题。我们一定做好做满。女儿竟然想要上卡雷贾斯，虽然以贵族的立场来说不太好过，拜托，能够上卡雷贾斯这就是一个荣耀啊！这个是这个皇上的船呢，皇族的船，够猛了，够猛了。现在再回卡埃贾斯，我们真的是四处寻宝。工匠街好像刚刚那里好像还有东西哦，看了一下，我们好像还要再去一个地方。どこへ行こうか？去工匠街。工匠街在正后方。好，然后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学生，是我们可以打包外带的。来喽，我来打包你喽。哎，你们把我的学生妹带去哪里了？研磨作业还是交给了父亲，也不错啦，父子同心。我在后面，等一下。修行上还要慢慢加油。就是你，是你，遵守约定来找你了，没错啊。但是想送个礼物给关照过我们的，哦哟，想做什么呢？护身符，帮忙。嘿嘿，树精之泪，由树木流出来的树液，半宝石。在南克鲁琴街道上的树木可以采到很多，是要采集四颗。OK， 南克鲁琴中，南克鲁琴街道啊，在街道上就有了。接着是我们好像是跑到很远的地方，哎，想不到。